从这个里面把它捣碎，就变成这样的辣椒了，就是一碗菜，煎辣椒。那家怎么在他们打这种白人？怎么不吃？我们从点点哦，我妈给他们军模式的花儿上还是吃啊？你不要都不笑。吃饭啦，吃饭啦！这个是辣椒、洋河，主要是么子？腌酸菜，嗯，就是那个野葱做的酸菜。野枣角。这个是辣子妹儿。辣子妹儿。你辣子？小鱼。哦，就是玉米辣子妹儿。嗯。还有土鸡蛋。炒鸡蛋。还有尖椒。这个是糯米辣椒。这里面是糯米，是糯米，不是单纯的辣椒。哎呀，好吃啊，好有食欲啊！童年妈炒的菜越来越不错了。吃饭啦，吃饭啦！哈哈哈哈哈！我吃的很好，嗯，你长得甜的呀？那白雪不懂的。老毛，老来给我换点那个工作的。我上班来不啦？没，我休息吧。有张青出事儿，那边得。我们刚刚已经吃过早饭了，现在出发继续去找丛俊喽。今天再换个地方。那还看见喽？看见他。哎，他们偷那个嘴巴要打。出发了，再去捡丛俊。北京，哇塞，彼岸花看到没？彼岸花的名字好多啊，又叫什么鬼花、地狱花、曼珠沙华，在我们这儿又叫老蛙蒜，很多种颜色。这个是血红色的，真好看，长在路边上呢。看，球根是有毒的，花是没毒的，球根不能吃，千万不能吃。你怎样？抓是没人。哦，那有好几个。我看到了。这儿有好几个哈，这儿还有个，这大的不得了。这还，这里发现了四个。找到四个。这还有个大的，这还有个被叶子埋住了，着急到路边上哈，没人在那砍，嗯，看这还有个。你跟你讲的又不行，
这么大了，别人都看不见吗？看。这还有个。哇，这个好大呀，在草里面看不见。看。葡萄。就是出来这么一会儿捡到的，就一会儿捡了这么多，还可以。现在换个地方，换对面那座山。捡蘑菇是个体力活儿。我就带哪一套套？哎啊，哪套带在这儿啊？哪套？然后就强龙打的，对对对对，哦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打针吧，哈，不狠。啊，皮的要麻药，他皮的都换一口罩，已经是八个温的。啊，这么大的今年特别少。啊，换个小件也不是寒人。确实小小的。情况下，他又有刺，那么多线，他就不愿意换。他光要好看见。都得说说。原地动，同仁爹家的黄牛，慢。干啥？你八车？他不车，有八位，八块钱，有八水吧？你要到山东？你啥时候我就转站车，我到个新大包。还有那是个啥？还有半公里吗？他这个太窄了，你往给进去的，哇，看这个扁花，浅黄色，好看吗？好漂亮，没有叶子，只有茎和花。黄色的在这个山上很少见，很少见。我们走了这么长时间，这是看到的第一朵黄色的。红在这是标志美，红在是天堂之美。你那有半年后的怎样收拾？哦，你放心了，我身上就没大收拾，你一家什么大收拾？我衣服。他老想赌，拿收拾你。好多这个红色的菌子，红色的。只看到这种红色的蘑菇，从菌没看到。爬了大半个山，终于逮到点儿了。对对对，那算是有点安慰。好，肯定要肯定要不要？这天地起码得起半年后的。我们爬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山，翻了一座山，终于零零散散的看到一些蘑菇了。翻了一座山，重庆。这重庆不乖哦。嗯。哎，爬爬树。哦，这些不要了，这从干得到，干得到，免水到。我的，我这套。终于发现了一片儿。那不大片，这一片看着还可以，
放哪一个？嗯。放哪一个？放哪一几个？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压着还什么呢？放哪个？哪个？就这一个好。哪个？手机就那好。再一个，好。手机就那个。啊，哎呀，你把那个一折了吧。就是那个，你这边坐那儿。太差。你这儿坐。啊，真难的，踩碎了，鸡肉那么多哟，啊，这还得踢了一皮，可惜可惜，可惜可惜，走走不了。啊，还有点，里面还有点。哎，这个现在是有没有？好，那留一些吧。看看。嗯。我买了，然后大了。你翻出了好多。我翻它，我去跑去了，我这我这儿没一些挖碗，好，我挖碗好。我说什么字啊？这哦，我这里这一个玩好。是啊。这下我找你，刚刚找你不看了。要不然。我吃点，吃点。好小啊！你看那个，哎呀，多得很那个。这一片应该是目前发现的最多的一片了，而且这里的很大，新大楼，不是小的，都是大的。我发现新大楼，我没咋说都是在对不对？大楼又有碗，这一片最漂亮啊！你看这旁边散发出来很多。来来，新大楼，新大楼，好，主要长霉的，这个都长。没摘都长霉了，贴了，你看不看那牌？我贴到了啊！好，新大楼，我这是附近的地区的好。嗯，这一片好多，还有一些被叶子挡住了。前面那个里面还有，那个里面还有。新大楼，新大楼，好。新大楼，新大楼，说说。好一些。旁边还发了很多很多小的。好。啊，他新呀，新大楼好，那好，哎，别，我推荐好。没有，这个不行。这有几个？这里是兄弟们，有三百。手里的都是。是啊，那是挺大的。我妈说手指刮破了，王师傅说破了不要紧，有蘑菇的从军。啊，新大楼，好，好来，好好玩，你看这不玩好多。大哥对生意也好呢。这不玩，我那，你那一天那还不是那把？不是，这个还没见老师，老师那个男师是不是啊？好，新大楼，好，好，这，哎，好好好玩，这玩看着那个嘞，好，这比玩好。对，哎，搁些上去了，这个棉花贴的，给他贴吧。这好小啊，别，你在哪贴它？靠，你在哪？你在哪哈？嗯，在这儿，你在哪上睡吧？太小很。他可能爬几把，很难爬的。终于有点安慰。啊，也好了。我长大长大了。嗯。他多大的很哦。好好看，我去他走。多说话。我什么都听不懂。好，哦，哦，好，啊，那充电电那个也打。哦。然后你吃光了。好。嗯，是的。啊，你好，啊，啥好看？嘛，还有一个嘛。啊，然后我想在这个环境大，这个大靠，这个很大。这个是老中间的。这个是老中间的。一定好大。嗯，都有点难了。这个是这个的。哎呀，他这个半天都难。我好像。我仓里面好像还有，这个，哎，哦，多挖点多，多的我们皮了。我冷电冷键盘又去玩哦。干不干是分？那都出大毒啊！我去那个，我去那个冲过去啊！把它引离。没事，那个好了去。再再再拖吧，有些有些。
我这心里我看哦，你这有我，我们现在已经准备返程了，返程的路上又发现了一片意外的收获。这童菌很奇怪的，很可爱的，只要发现一个，然后它的四周都会有很多。如果没有人来的话，有人来的话就剩不了多少，被别人摘走了。我们在山上晃荡了两个多小时，下山了。我们现在要准备回去了，现在全身都湿透了。下去的路已经被野草长疯了，现在披荆斩棘。哎呀！奖状奖励奖励。奖状。我们终于走到大路上来了。刚才我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太坎坷了，终于走到大路上了。现在回去。我们刚才捡童菌就是在前面这座山，从这个下面一直往上爬，然后从这边下来的，整个翻了一座山。你看着带带的，带带的，好大半桶啊！哦，好大半桶。兄弟啊，哎呀，好，把旧钓补上在家。那钓不上？这不是你写我看听到你听到不能没上。听到不？那一个一十年。啊？有道理，写错的。你要走着买。看，今天我们拍的视频啊，今天我们捡的童菌三桶，这个是早上我们四个人捡的半桶，这个是下午我们五个人捡的两桶，不容易啊，捡了这么多，好热。这一桶应该差不多有五斤左右，四五斤。小狗狗，知道童年的童年吗？嗯，称一下看有多少斤。那有十几斤。十几斤。还有皮啊，你得吃的那个。有皮还十斤。有皮有十斤。看到我尝一下是那个。那还有茶块啊。有皮一斤，有皮多少。今天摘了十几斤。啊，有十。两斤多皮。我和八。我干公鸡蛋呢。那个啊。他知道怎么不行，做出我非常多的。哎呀，会好，没事啊，是会慢慢第一次见那么多的。
今天还老板来，他不来还讲，他来了之后还进得好私心哦，进得好过瘾哦。我进不好从前，因为他刚开始进不得习惯，后面进到后面才进得出来有点感觉。啊，他进到后面都没进得过么子，被他骗了我呢。今天晚上有火烧云哎，好红的天空啊！